我哋热烈掌声欢迎我哋周三议员霍尔文小姐。今天好多谢大家在百忙中抽宝贵时间来参加霍尔文小姐这个支持他们入这个 party、我非常感谢大家。霍尔文小姐另有跟我们客家是有缘分的，因为她妈妈是我们客家人，她今天来到崇政会等于回到娘家一样，是吧？我们倍感亲切，我们更加要支持她。郭议员，周参议员，他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实事，在他任期中，他贡献很大，大家都有目见到。比如我们中国的中国年，台山人是他极力争取的，这些我们要真的要永远要支持他继续连任。今天我们客属条件能够齐心一起来支持他，我感到很开心。下面我介绍在座的主席，我们崇政会元老团主席何锡阳，袁统元老，廉城公所代表苏焕光主席，东安公所文忠恒主席，大鹏同乡会周玉君主席，惠州公社南官王主席，省港澳总顾问陈锦豪先生，施工工商会骆树根主席，同埋何茂林书记，同埋惠州工商会书记温志明，同埋院士公所总顾问院总顾问。今日係嘛？由而家開始，由我哋蘇主席致辭。我今日好榮幸代表廉城公所梁漢寬致辭，因為佢有事咧，我代表佢出席。今天來到我們的客屬，我都是客家人，都是客屬的橋團之一，所以非常之歡迎你來到我們崇政會。那就預祝你今次的選舉呢一定會高票繼續當選啦。多謝呢位我們的主席，多謝我們的主席。下一個由我們大鵬同鄉會周志廷致辭。區議民議員，今天大鵬同鄉會林裕明主席就去了大陸，由我來作為代表。區議民議員呢在任職期間呢就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希望呢他繼續能夠經常來我們的社區，聽聽我們的意見，將我們的意見呢將我們的要求能夠呢反映上去，制定一些能夠為我們謀福利和呢爭取權益的一些政策。祝他今次當選成功，多謝。
我跟代表公安工作全部的威严，大力支持谷怡然小姐当选，继续当选，周参议员。在呢度咧，我亦都衷心咁样祝福佢能够顺利当选。多谢各位。多谢文主席。而家到惠州工商主席蓝宽王主席。大家下午好，今日我哋能够得到阿谷怡然议员参加我哋客座团，我哋客家人客家嘅光荣。我希望大家喺谷怡然住嘅朋友，睇下谷怡然嗰个选举处嗰啲，大家亲戚朋友啊，大家通知下佢。大家出嚟投票支持谷怡文小姐，好唔好啊？好，希望佢高票當選，然之後谷怡文議員咧喺谷怡做咗好多嘢，我都知道。對個大家都有貢獻，希望大家希望佢對年輕一次，好嘛？大家好嘅，多謝林主席，由我哋省港澳嘅陳錦林同埋。谷怡文小姐咧，希望嘅连任省港澳总商会咧，以前咧成日已经支持啊陈建文三大当选议员，同埋呢个李昌永竞选法官同埋文德礼法官，我哋嘅省港澳咧系支持呢、這个我哋嘅华人社区噶。嗰啲議員嘅 ，OK， 我哋會大力發動省港澳啲人咧嚟支持啊，谷小姐參選連任，多謝。多謝陳總顧問。到施工工商會主席。大家好。黃主席。我謹代表施工行祝福谷市民小姐能夠順利參選呢個州議員。希望大家投佢一票，多謝多謝。下一個到温志文書記。各位我哋嘅會員，我哋呢次谷怡文小姐嚟到我哋總會，我哋熱烈歡迎佢，大家要落力支持佢。平均呢屆嘅連任，多謝各位。多謝老師。由於施工所短顧問，最緊要嘅有阿谷雲走。你大哥好。我嚟谷雲嘅，我代表於施工所祝谷雲連任成功。我成日睇到你辦綠沙，你都幫過好多華人啊，真係。大家都共睹啊！我哋見到都幾有緣分，成功啊 ！OK。元老廖志力，我姓楊，主席講完。今日做你尊敬嘅來探望嚟啲團體飛嘢啦，我人太對你嚟啲太熱啦，咁唔得好開啦，好開心。幾多月放中嚟啲話，大幾多都好多。公仔就做，外地睇下呢個自叫單詞，到底用到係點？天中一種人，飛人啊，叫咩天一種人啊，雷公主啊，叫叫叫，條魚爆飛嘅咩？到底睇下。因為佢所有嗰啲啲人嘅嘢咧，特別係我哋廣州嗰邊啊，然後我哋睇下啲電台嘅睇下台嘅八通有年前前，即係啲唔好，就不能嘅嘢就要睇下台嘅支持嘅，睇啲支持我哋呼叫嘅 ，OK？ 好。谢文小姐为我哋支持，大家掌声鼓励。
多谢晒，我系州参议员郭玉文，大家下午好，我是州参议员，太家好，大家下午好。我妈妈呢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所以跟她学了两句客家话跟大家打招呼。其实我从小到大跟我妈妈比较亲，所以很多小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其实我很常吃的食物其实就是客家食物，或者是我们每年祭祖扫墓清明的时候吃的那个在台湾叫超阿贵，是一种我妈妈说那是个什么慢慢的起马起马就是马薯马薯，对，其实我们过节的时候都在吃，后来我长大才发现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客家的文化。那这边我也很高兴，谢谢我们在座每位主席社区领导的支持，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重振会的元老，还有主席，还有我们连城公所、大鹏同乡会、东安公所、惠州公所、沈港澳总商会、施工公所、温室公所、软式公所，谢谢你们每一位在座的领导的信任跟支持。因为过去这两年，其实我在成为我们 Brooklyn 州参议员两年下来，做了很多很多实在的工作。那这些其实是需要很多社区的好朋友跟伙伴一起帮忙，一起支持。那我在社区里面服务其实到现在20年了，那这20年虽然前面18年不是大家的议员，我一路走来先是一个留学生，我来这里跟大家一样两手空空都开始自己靠自己打一片天地，存了一笔钱，稳定了自己的家庭，在这里养孩子，在这里开始发展，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其实这个故事我的经历跟每个人在座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过去我曾经是中文报纸的记者，做了6-7年，我知道我们很多移民社区的家庭遇到的困难，所以后来我成为了州议会州政府的一个员工，一个助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这20年两手空空来了这边跟大家一样，然后希望在这边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所以过去2年我成为州参议员，在不管是在议会上面，在法案上面，在资源上面，在维护我们华人的权益上面，我绝对是尽心尽力。因为就像其实2017年我们华人最大最震荡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们的特殊高中，当初的市政府教育总监他做了跟我们华人观念背道而驰的政策。那所以当时我还是一个助理，但是我自己人在20学区委员会里面担任学区委员，所以我当时在那样的position 上面，我有办法推动全纽约市第一个决议案，敢透过 CEC 要正式保护我们的特殊高中的考生，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家庭、移民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让我们的孩子透过教育可以在社会上面进入到好的学校，有好的教育资源，才可以成为一个未来新的领导者，才能真正在社会上面帮我们发声。那过去这去年跟今年，其实我办公室跟我也做了很多维护我们权益的工作，包括我们新移民会遇到的那个赌博的问题、酗酒的问题、吸毒的问题，或者是游民的问题，也包括日落公园曾经去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案子水沙案，新的移民心理压力的问题，然后最后导致两个就是一个家庭破碎了，妈妈过世，两个孩子受伤，或者是一个赵先生他的太太出门在路上被车撞，但是他们家里经济状况其实是靠妈妈在养家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我身为议员可以帮大家发声，帮大家维护权益，帮大家找到资源渡过难关。因为我是现在纽约市议会里面，纽约市州参议会里面，纽约州参议会里面唯一一个听说读写中文是我的母语的唯一议员。我们有4位州参议员，我是第一个亚裔女性，但是
中文是我的母语，我27岁才来到这里，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可以不是唯一在州议会上面通过法案、通过决议案发言的时候，我可以用中文发言，我可以把我们华人的骄傲带上州参议会。那也包括过去2001小学在我的选区里面有个孩子被 bully， 被一个成年男人打了，这些东西都是在维护权益上面我做得到的。也包括前一阵子几个月以前5、6月的时候，川普的这个暗杀事情发生的时候，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在新闻上面曾经提到，有一度提到这个暗杀的人是个 China man， 这个对我们华人社区是多大的严重的影响。如果没有人有 catch 到这个 perp， 没有人其实在社会上面直接控诉 New York Post， 你要把这个名字拿下来，因为这样子的言论会造成我们过去3年在疫情的时候多少仇恨亚裔的案子，对多少对我们华人的攻击的案子，他们都不了解。很多不是华人的艺人，不是移民的艺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这样的语言会造成我们整个族裔的伤害。也包括一个月以前在 Long Island 长岛，虽然不是我的选区，但是我是纽约州的艺人，我有责任把我们华人的声音带到主流。所以像 Long Island 他们拍通过了一个议案，如果你戴口罩你可能会犯法，你可能不止罚款，还可能要去坐牢。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意识，如果你今天生病了，你想要保护你自己，你要去搭地铁，你要去超市买菜，戴上口罩是保护自己的行为，戴上口罩是尊重别人的行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文化了。你怎么能说戴口罩就一定是偷拐抢骗，一定是坏人？然后整个社会，如果当你定法案说戴上口罩要罚款1000块，或者是去坐牢，这对我们华人是多么不公平、多大的一个伤害？当时我也是直接condemn 这个议会通过这样子的法案，因为这对我们的文化太不了解了。今天在议会上面，一定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议员，了解我们的语言，了解我们的文化，才有办法从根本上面去保护我们自己，才能去预防任何对我们主义会造成的伤害。因为其他的议员他们能做的是发生事情了以后想办法帮助我们受害者，但我想要做的是阻止这些事情从根本上就会去发生。在议会上面，不管是在法案上面，在资源上面，在保护我们的权益上面，我是一个已经知道我们的社区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身为移民会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也知道整个美国社会上面对我们亚裔其实是很重视，但是要有一个人，一个对的人，知道为我们亚裔提升我们的权益，提升我们的能见度，提升我们的领导力。那这也是我承诺在我的资源安排上面，不只要在通过亚裔优先的法案保护我们亚裔的能见度，在我们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新的领导者，这些都是我在推动我的施政方针上面希望能做的。因为我要做的不只是让我们亚裔进入主流，我要做的是让我们亚裔成为主流。只有我们亚裔成为主流，这才是真正我们今天华人亚裔美国人真正可以在社会上面跟别人平起平坐，4个字平起平坐。别人今天其实在做这么多领导，其实我都知道你们在社会上面真的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因为要代表我们华人的声音，保护我们华人的权益，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今天我真的非常谢谢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未来我们会一起合作，因为你们在这里，在美国，在纽约，在我们社区里面做的工作10年，我在这里继续做，我做了20年，我也打算继续在参议会继续做，把我们华人的声音打进主流，成为主流。今日多謝我哋州參議員谷爾文小姐嚟到本會，係嘛？
佢係值得我哋支持佢連任一，因為佢對呢個社會貢獻好大，係嘛？呢一個我都要感謝佢媽咪，為我哋呢個社會培養一個好優秀嘅人才，能夠為我哋大家服務，就呢樣嘢我引以為傲，係嘛？我哋合作協調，決定全力支持佢連任。就咁樣，多謝大家。